的中壢市全国客家日嫩活客庄聊天川在市公所盛大举行记者会，客家事务局长赖俊宏也应邀出席。活动中特别邀请客家国宝赖碧霞老师与金曲歌王罗时丰现场演唱客家歌曲，为大家宣导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天川日定为全国客家日。活动中，市长卢明哲、代表会主席吴家和都穿着客家蓝布衫，骑三轮车，载着菜包与客家板，而与鸭高兴演唱出客家本色，客味十足。中壢市长卢明哲说，中壢市公所对客家文化的热爱与支持，决定扩大举办。在二月十一号礼拜六晚上七点，中壢市的中壢公园，我们举办非常盛大的一个这个节目，手上拿这个菜包哈，客家话叫财包哈。那那一天我们会准备2500个的财包，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也祝福大家新年发大财。记者潘瑞如、吴世杰采访报道。